热烈欢迎。阿姆，未来的阿姆。你们父啊觉得很难过，怎么把观世音给摔了？是不是？没关系呀、帮我们忙啊！众神恩赐，大家哭泣，全国一国之君，天地一变，神来成当长的。而且灾难很多啊，这是大事，这是很难去调节的。所以菩萨应劫啊，菩萨应劫化解掉很多灾难。母娘，你摔倒代表地缘不稳啊，地气已经松动，因为空间比较大，屋顶热，这么天有台湾啊，我诸神在此，各众神每位都哭泣，我的心泪纷纷而泪也掉下了。没关系，换新的更好，换新的更适合的，我们买来。母娘，这不是换新，是人心不好。对了，人心不好，我们多说说，多叫话。母娘，你的身体担了血管，没事。你接着脚踩在地上，地上不稳，让你去站稳站住。你的佛法如何去深信呢？今天所有众生在此哭泣，我们修了几亿万年来，从来未哭泣过。如今我们哭泣，愿能我们的哭泣唤醒众生的觉醒。在外面的，你将近有300个无辜的尸体在外面，他们受了无辜的冤死，但是他们也是其中之一，人性不合之一啊。这如何去度啊？这也是因果啊。再好的佛法，再好的佛光，怎么样去调解？众神哭泣，众神哭泣，若是人不信尊重一国之君的话，台湾怎么天佑啊？台湾怎么天佑啊？前面的灾难，母娘，你的佛光，你的慧眼，你的法眼已经看到了，但不肯说，不肯说，不肯说。母娘，你的责任担当，因为你的肉身来顶这一切，你的伟大，所有都极其感恩。化原形，我们感恩母娘肉身，我们极其感恩，所有一同极其感恩母娘身体当。那个师姐菩萨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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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师姐菩
就不沾了。现在赶快走，赶快走哦。我现在请你好好的走，请你能够在旁边能够听法闻法，请你。好。这样拍一下。你们有话的不能说，你们要去找你们自己的。冤有头债有主。母娘慈悲，今天如果你再占了母娘的法身，我们将依法来法办哦。谢谢这样好主意，他没有伤害我，没有伤害我，谢谢。炉头，你这些炉头，我一个一个来。杯子照顾我，嗯，
很辛苦啊，这威力出来很大。你先在旁边等一下。疼惜我们的肉身，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爱惜你的肉身啊！我们有时候都没有注意到，每天操练我们的肉身，最后生病了，哎呀，赶快给他加功力，对，生病了，所以要爱惜肉身哈。大家回去今天起都要讲十句好话，好像给圆通宝堂，圆通宝堂说的，每一个人都要说十句好话，对十个人讲哦，对十个人讲，我们今天以十句好话来祈福，好，天佑台湾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三三道圆满，三三道圆满。十句好话，十句好话，十句好话，圆融的好话，真心的好话，善话，大家一定要落实哦。天佑台湾，祝福母娘身体健康。谢谢，感恩大家，感恩大家。回去要讲十句好话哦，不能荒谬哦。他也受到太阳。所以最后受我们就受到排斥了。
看起来我是受不了，祝大家平安。嗯，对对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道场虽然小，但是我们的心智很大，因为我们一个人发挥十个人的力量，十个人发挥百个人的力量，一样的，一样是。啊，我说这样，对对对，对。来坐吧，请坐。大家请坐。那请起立，请起立。那雷教官是辅助的，是辅助的。上香，向诸佛菩萨行三十公里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大家向门外，向我们的恩公行三十公里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我们大弟子恭迎观世音君，看他就已经跪叩十叩首。他那一声喊的参加娘啊！我呢，在关圣帝君时代，我跟关圣帝君缘，他就比我小，他就那个缘也是小。那累世我们两个人在普度众生，但是一个就眼很尊贵，一个就眼小，给世人看，小要怎么当，尊贵要怎么当，不能说他当他显化给我的时候，哎、不要，我不能这样，就让他显化，懂了吧？现在刚刚显化出来，顺爱礼节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众生进到道场，礼节最重要。谢谢。这可以表现你的心，而且你也可以教化众生，因为你这种德就已经教化众生了。你来做示范，给众生看。母娘在前，我就是我们的老母亲在前。为何不跪下礼拜呢？感恩感恩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谢谢菩萨，菩萨，不敢当。我只是在讲这个作为一个行道的作风。奉请观世音菩萨上座，感恩，观世音菩萨上座。叩请礼拜观世音菩萨。好的，叩请，感恩，感恩，大师叩首，感恩，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慈大悲真灵啊！早知道有一个预备的观世音，就直接进阶了。这个观世音菩萨很庄严呐，也好，让菩萨的熏黑了，就让众生。共请观世音菩萨，我们来看观世音今天入位好不好？好，开眼界啊！开眼界，上座，看看眼界，上座，先拿下来，那个杯子先拿下来，放在下面，金炉也拿下来，哎，先拿下来，哎，对对对，聪明，不是，先放旁边，把金炉先放旁边。好，这边有金炉，我们要用金炉，好。来，这是供母娘所有的佛法，法在此。谢谢感恩。尊贵的佛法，感恩尊贵的佛法，一点一滴，一生一生上香，三炷清香达成一，供养恭敬观世音。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在佛堂圆通宝堂佛光普照，圆通普堂，圆通佛，圆通。宝堂佛光普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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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化点化点化众世人点化
得利益，得利益，一切众生得利益，一切众生得利益。好，请观世音菩萨在此恭请，看到没有？庄严，进宫，都庄严，看到没有？菩萨知道没？观世音菩萨，知道没？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他已经感应到这么强大的力量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动，多感动。母娘奉请，奉请观世音菩萨，奉请观世音菩萨，奉请，好，奉请，奉请观世音菩萨。来，我抱着。奉请，奉请观世音菩萨，上来接我一下手，因为够高，我来接，我来接。来，来，叫老大，来拿瓶，拿底下，我们个子高。奉请，奉请，奉请，母娘来点点位，我太点位了，太近。母娘来，来请菩萨入位。哎，这里这里很干净，拿个布毛毛布再擦一下。抹布。抹布擦一下，很灰尘。这个。好，拿来了，谢谢。好，先擦。好，擦好了。好。来。座位起始，礼仪开始，礼仪仪式开始，恭请入位，恭请入位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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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看，好，好，好，看看看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看到吗？观世音的威德稳稳的上来了，他会不会说很骄傲？不会吧？很谦虚，你看多漂亮！你们还真会。佛光普照，老天爷真有眼。老天爷真有眼。请奉请母娘等点光明灯，奉请母娘，奉请母娘。点光明灯，给我擦个擦擦垫。请母娘。等一下，我叫他擦垫。诸天仙佛在此，圆通宝堂。母娘在此点佛光，点灯。好，请点亮台湾。你请林堂主来，该点了，点了，点了，点了。把这个包都往后放。灯子，灯子，这个放这边。进茶，进茶，这样放进去。进诸天仙佛，感恩诸天仙佛在仪式之中见证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佛光点亮，齐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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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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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奉请奉请诸天仙佛喝茶，敬茶感恩敬茶感恩敬茶感恩，谢谢。以后姐姐要看人家都跪，你就要跪哦，不能坐哦。知道。你刚刚忘掉了哈，我提醒你一下。是的。你看阿姨都重要的恭敬。阿弥陀佛。谢谢，非常庄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这个观世音你很敏感，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里存着你的观世音？他从凤山一直到现在。真的，从凤山一直到现在，等他就这一刻。哎，快二十年了。等了二十年了。啊！哎，你有话可以讲话，他来了。啊！可以讲话，扶他一下，扶他一下，扶他一下，他有话可以讲。可以讲了，二十年，等了二十年。啊！我那个老观世音入身高高高升了，高升了，二十年高升了，所以他来了，来帮忙了，辛苦了，他高兴了，高兴了，你看他们这两个都高兴了，观世音好不容易等了二十年，我们终于等到了。高兴了，那个你们说那个观世音来高升了，对，啊，应了劫难以后更高升，所以有的时候顶劫，顶劫灾难更高升，不是说不灵，不是说不灵，总要有人牺牲嘛，总要有人很那个很弱，谢谢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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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这样，这是新的观世音表达，这个手啊，这个手，这个手，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手啊，这里，啊，这里，这里，我来，观世音菩萨的牵引之手，牵引之手，牵引之手，牵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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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牺牲了，还要做什么呢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嗯。
怎么样？只剩这一节，不是这里都没了。对呀、啊，好，那我来帮忙，好，帮忙。我护法静下来，来帮忙。你们有什么感应的，都一直发挥起来。大家来帮忙，把菩萨的受伤这样做好。阿弥陀佛。使威德的菩萨能够展现他的千手观世音的力量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，捧上观世音上哈。菩萨是要我们的众志成城来护持佛道场，好，所以把菩萨给他等于说彰显菩萨。出去讲话，菩萨不了得，因为菩萨不能言嘛，不能语嘛。我们要带天宣话，要嘴巴甜一点啊、哦。好，我们这个道场就是太憨厚了，做事都坐在前面，嘴巴不甜，所以下次嘴巴甜一点啊、哦。是，好，好，夏夏，谢谢，请坐，请坐。
圆满。圆满。圆满。看到了没有？没教官就会在这种状况下加一句。圆满。圆满。您所做的一切均无私无我，一切都是为利益众生救苦救难，让我们同声感谢及赞叹。母娘已73岁高龄，每次辛苦万分自费坐车来台湾各处到场，为我们枯竭的心灵开示洗涤，并点燃了心灯，洗其苦口婆心，费尽了心血，才使我们从无知到了悟。您的辛苦应让我们齐声感谢，感谢母娘，感谢雷教官。这一些台词啊，都是雷教官自己的心血啊，自己的心血说出来的话。所以你们觉得奇怪，怎么与平常不一样？他自己也有感应到，他要就把写出来，他很有趣的啊。感谢雷教官，感谢雷教官，谢谢大家。你把我们的心声也写出来了，也祝福雷教官没有被地震吓到。好，大清起立，起起啊！我们叫母娘，感恩母娘一鞠躬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祝母娘新年快乐，又见了。明天是元宵，今天我们会吃元宵。今天我们要买汤圆。买汤圆了。有买汤圆。大家团圆。门外也有供汤圆，都煮好了。大家团圆了。汤圆，好，大家我们恭祝，祝大家那位互助平安。快乐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祝平安。好，大家请坐。今年又是平安的过了。你们脚是不是受伤？你看刚才那些诸天仙佛。哦，带我受伤，我没受伤，他们都刚帮我化掉了，菩萨都帮我化掉了，化掉了。我们一起祝福母娘身体健康。感恩，感恩母娘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。感恩。我们恭喜。开始了你。就开始了。你开始了。啊，恭喜母娘开始。啊，感恩。我们这里的人呐、你们觉得很奇怪，好像都很有默契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没教他们，他们自己就会产生那个灵感呐、做的都是很圆满的。所以有的人会说，你也不是什么一个大道场，你怎么啰里吧嗦的？我们从小地方着手，小地方去做，啰里吧嗦没关系。等到大场面去，我们就要露丑啊。就好了，所以我们的道场虽小，但是我们的心胸是众生，吸气心接着众生的心，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小变成一个大的博爱，大的博爱来做。其实说起来，有很多道场它是应它的缘而生的，像有的道场呢，就是有那个名，为什么会有名呢？因为它归公了以后，你比如说是把道场一归公，它就变成很有名，像慈济啦、佛光山啦，它就归公了，它就很容易有名。而我们这道场没有归公，为什么你说你不归公呢？这么个小道场还归什么公啊？我们还不够资格归公，对吧？所以可是我们没有资格归公呢，我们小小的做我们的做我们的本尊的私心的小细心的，把我们本尊修好，把这本尊修好以后，没有这个分别心了，没有执着心了，然后再到大场面的时候，归不归功，你就是本尊圆满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的人说，你怎么这个道场怎么总不把它搞大一点？我问他搞大给谁看嘛，对吧？给你看吗？给我看吗？我们都不看这个大小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要搞这个大干什么呢？没有必要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家会说，你搞了半天，你那母娘在这个小地方啊。我说母娘不就在小地方吗？请问你的妈妈在哪里啊？不就在厨房当你的妈妈吗？在你苦难的时候给你帮忙吗？她在大地方吗？她不在演这个讲台上，她不在讲台上，她是妈妈嘛。所以你要认清你的身份，你是个妈妈，就应该是在家里做厨房的事，就应该照顾小孩，照顾邻居左邻右舍的人。你因为你不是那个大的师傅，因为你为什么不是大的师傅？很简单，没有出家。没有出家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不要想做大。因为出家人，人家做大的，人家会认为是公。你没有出家的时候，你说你大，那容易把人家误会说师。那既然你们都容易误会我师，我就不大嘛。正中下怀嘛，
不引起争论嘛，这个就叫什么心量。我不做大，我就这么小小的几个人，你来看，每个人都修得很好，都不着那个相啊，对吧？我们都已经不着相了，你还叫我去着那个大的相吗？你看你的脸多漂亮，你看那小污点，我就叫小污点，污点就小嘛。我不是说大污点，你什么时候听过叫大污点？没有吧？小污点啊，小什么？这就叫老大是大，因为他是我们房主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这样小小的小污点很亲切，对不对？那然后他做起事来了，虽然是艰难，虽然功德无量，但是他也是很自在，这样子就对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道场来修行，修一个本自在。你本来就自在，何须不自在呢？我们这个量本来就自在，你像我们观世音受劫了也不理他，等了好多天了，到劫难过了几天了，今天第几天了？十五天了。第五天了。十五天了，半个月了，我才来。你说我那个观世音要流眼泪，还没流到哪去了？你也不来，我流眼泪也看不到，我都顶劫了，身体都破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身体破了。然后我们再换更好的给你，就像这个衣服嘛，总有一天病了，那我们再投胎一下，又变成更好的身体，更健康的身体。可是我不喜欢你再投胎了，为什么？我希望你极生成道了，极生成佛了。因为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，有一个你们看看，附身，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？附身就可以把你的灵魂再度体现出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那你为什么不用附身的简单方法，非要轮回那一趟干什么呢？而且轮回不一定成正果哦。轮回出来的时候，下次出来了，说不定你遇上五浊恶世的考验。什么五浊恶世？什么庙苦都让你尝，什么庙的这种丢脸的事都让你尝，你能尝得了吗？不要太自满了，要想我能尝得了吗？也许我尝不了，不要说没关系，我不怕来生。这句话你去说，我可不敢说。你心里不有很多人说，我怕来生，我生生世世为人，那你伟大，我可没有这个海量海的这个大愿望。我生生世世不敢说为佛，但我生生世世希望佛来牵引着我，带领着我，可不可以呀？说话说的婉转，可不可以呀？不要那么自满，可不可以呀？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呢，说话都很自满。那自满以后会什么？会招损，满招损，啊，会招损，而且满之中呢，会招人家那个考验，会招来很多佛、道、人、魔的考验。那你能考验及格吗？不一定哦，我们不一定考验及格哦。很多地方都是会着相，我们也会着相，所以有时候相上我们也没有那么圆满。你敢保险你来生的道这个德性相貌庄严吗？说不定给你生了一个瞎眼睛，你就这一辈子就摸在黑暗中了，是不是？你敢说吗？不敢说呀。你知道这些考验太可怕了，我们不敢说，也不敢承担这个考验。要谦虚一点啊，不要说我怕考验。我告诉你，有些考验是叫你不是怕不怕的，是叫你无可奈何的。你说啊，我真是无力了，无可奈何了，我都这个样子了。所以我们要祈求上天给我们一个保身肉身好的身体，健康的身体，不要给我一个破烂的身体，说两句话就病歪歪，对吧？还没出发就胃先痛，有没有这个现象啊？那不是自叹苦薄吗？自己叹息说啊，我苦薄，对吧？今天没有办法跟随大家大众这个众佛的手步伐，众佛的步伐，我又受苦受难的，我显不出好相来。请问他们肚子痛的，他能啊好相吗？他一定是找窝子了嘛，对不对？他痛嘛，你骂他干什么呢？所以也是看人家那苦难的人，你别说你没有法相，那你到那个时候你更没有法相。假如那个苦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你更没有法相。所以要疼惜，疼惜大家的苦难。当他们苦难的时候，你可别学我个笨蛋啊，说我来应劫。你不要以为你能应哦，他能应得劫，你不一定有功夫能应得了。你别看他这么小，这么脆弱，这么无能，但他的劫难的时候，那个劫难说明你还应不了。
要疼惜，哎呀，你受苦了，来，我给你吃个药，当然要先吃药嘛，不能说，这是叫阿弥陀佛来治，你怎么叫阿弥陀佛？你要自己当个阿弥陀佛，先给他吃一个什么药？胃药，记得哦，先给他吃个胃药，然后才能吃止痛药哦。止痛药先下去，没有吃胃药，胃会痛，更会痛，所以先吃个胃药。所以你们身上常常带一个什么散，胃散。啊，常常带的，给个胃药吃，或者那个胃的胃乳片，胃乳片保护胃的，身上常带的，然后再带个什么药，止痛药。我希望各位今天听了我的话，身上包包里面带这两种药，不管是救你自己也好，救别人也好，总是保护他的胃，保护他不要痛。一个人不痛，他什么就可以慢慢的安下心来做，一痛啊，他就什么心都没有了。所以在人死之前呢、啊，往往有很多业障缠身的时候啊，那真是没办法安宁了。你说安眠安宁的往生极乐，说的简单做的难呢，你看他不见得能安宁呢。所以有看到我们的老人能够安宁的走入他的极乐世界，那是多大的福报啊。那你自己也修得很好，才能够使得你的家人不打搅你。假如你修得不好，家人非打搅你的时候，你也要好好的把这个圆满起来，不能发一点牢骚，不能说我做了半天我弟弟都不做，我做了半天我姐姐也不做，你不管他做不做，你做了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对老人的孝顺不在于他人的孝顺，而在于我本身要求我能孝顺多少。现在老人很可怜哦，儿女天天上班不在家，自己有苦也不能说，要想去看个病还不方便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因为儿女都不在家，我告诉你靠谁呀、啊，靠计程车啊，司机就是你的儿子啊。电话先把家里电话先写好，计程车号码，计程车什么，让他生病的时候先把计程车打电话来叫叫车，好，一定要先叫车，然后就119，很简单，119又不要你钱的，马上就来接你走了。所以你就要把这两个都准备好，119和112，是不是啊？112，现在改112，现在没有119跟110，改112。112，对吧？112，你们都要记得把112先记好，让你的家人赶快送到医院去打那个止痛针，啊，或者该吃什么药，赶快请医生救他。你这个时候不能说你来救，你救他只能暗中帮他消灾，那肉体还要交给医生。所以人家说你这个道堂会不会不要医生呢？哎，你放心，我这个道堂鼓励人家去医生的，去看医生的。医生还是专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谦卑啊，该给专家的时候就要给专家去做，我们不要逞能，耽误了病情，伤害了我们的亲人的肉体。所以希望各位谦虚修道。我们今天我讲少一点，等一下你们都讲多一点啊。我还要讲不要插管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还要讲不要插管哦。鼻胃他说这次还你的家人插了鼻胃吧，他不是说进去医院不要插管，不然我撑恨、一念撑恨就下去。对， 我有叫他提醒我这个一句话，真的到了身体状况不好说不要插管，因为插管这个插到下面经过这个很难经过的地方哈，很痛苦的。所以他跟我讲，我说不要插管，能救就救，不能救不要插管再救了，插了管还是救不起来呀，反而给他临终前肉体的伤害更大，他的痛苦，他死后他的灵魂还在有这个插管的痛苦哦。你不要以为不插管和插管都一样，不一样哦。他生前他所受的痛苦，他会执着于那个痛苦的，所以就不要插管了。看了身体差不多了，不用插管，安宁的抱着他的手，温暖的抱着他的手。我昨天有教你们吗？很安宁，很温暖的抱着他，请观世音菩萨迎接他往生境界，懂不懂？要请观世音菩萨迎接嘛，因为你不请观世音菩萨，你自己能不能迎接啊？你够没有这个功夫嘛，没有这个德行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要请观世音菩萨接引他往生境界。你说不行啊，我的功夫不够啊，我爸爸妈妈缺德一辈子，还怎么能够往生境界呢？你嘱咐他不能吗？你嘱咐他的往生境界不行吗？非要让他去被那个狗啊什么那个，你们都看过吧，很多这个都会咬他吃他，路上那么艰难呢。但是有你这句祈求的话，
你多一点祈求，你的祖先、你的老人少受点罪嘛，不看身面看佛面嘛，对吧？什么面都不看，只看你那份孝心嘛。所以我们就祈求，祈求，请菩萨接引一下。你知道临终时很痛苦的耶，四肢分裂感，四肢都像分裂的那么痛，全身都像那种撕裂感，讲不出来了。你以为他好平静啊？你说，哎，他死的时候很平静啊，很安详。我告诉他不安详的已经也表现不出来了。假如你护持呢，可能那个真安详。你护持，好，求求祈求，很简单吧？祈求很简单吧？到佛前上三支香是你有空，假如你没有空，你嘴上祈求也是一样的。我们菩萨也不那么小家子气，非要你过三支香我才帮你忙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求我，我就会帮他忙嘛。当然你不求我也会帮忙，可是问题求和不求差了很多。求是你的孝心，不求了因为你这个人很粗心大意，都不知道帮你忙的人是观世音菩萨，千手观世音菩萨，不是你有多大的能耐耶，我们没有能耐耶。所以有人修道修道，我有这个，我有神通，你没有神通，懂不懂？是谁是给你？是菩萨给我的灵感，给我的神通力，而那个菩萨的手在后面推着你这个前面的这个凡手啊，凡业的手往前进，一切的佛光就在后面帮助你了，懂了吗？不要说哦，你看我好大，你看我的力量多大，像刚才观世音菩萨表现，那我有没有说林老大你很大？你从来没听到说我说林老大你很大吧？那是观世音菩萨很大，为什么呢？让我成了观世音菩萨的基童。我告诉你，你能够做观世音菩萨的基童是你的福。观世音菩萨那么正气，他要一个浊气的人来吗？你们想这个道理，就是会要一个好色的人来当他的这个表现者吗？那观世音菩萨成了色鬼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观世音菩萨找老大是很干净的，他很干净的，而且他个子什么身材都很壮很威德，他总会找一个瘸子瞎子来当观世音菩萨吧。所以你能当观世音菩萨帝君的代言，是表示你有很多成就了，菩萨才用你，这个是一定肯定的。菩萨绝对不肯定那个已经坏到极点了还请他来，那不是请的观世音菩萨，那是请的谁？请的业障，业障，业障，他恩公冤亲债主恩公，我们这个道场很有趣，把业障叫恩公，别人听了都好笑，当然是恩公嘛，他原谅了你嘛，对不对？他不原谅你，你可再受吧。所以我们嘴巴甜一点儿，嘴巴甜一点儿啊，恩公啊，恩人啊，你从前就是我的恩人，你从前就是照顾我，我就把你害死了。到现在我也不记起我过去怎么害你的，但是我相信你是我的恩人，否则不是恩人，路边人你害不到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能害到路边人吗？所有的机会都是最身边的人把你害的，路边人是伤不到，伤不到的。那结果最亲近的人最好的人你把他害死了，他会高兴啊，他怨你一辈子，所以他就愤你的身，找你的茬，给你处处刁难，他才有资格呀。他拿了玉旨令来，我们道就了解这一点。我要是管得太多就把手一举，我拿了玉旨令来的，你不要挡，大法力抵不过大业力呀，业力太大了呀。所以有的时候人说奇怪，过一段他就不能来了，那是恩公不让他来，不是他自己不想来，他想来，他的恩公就让他受不了，让他不能来，让他道心退，懂不懂？所以这叫负面的反方向的恩公报仇法。你叫恩公报仇说你的腿断了的太残忍了，我们一定是不忍心让他腿不舒服不来了，他不能够修了，好，不能修了，这就是恩公就得意了，说你不能修了吧，你还要来世，你来世我再来讨，讨够了我还可以讨。也许你说让菩萨不慈悲，为什么不救他救到底呢？因为他的案子公案还不能到底嘛，又不是我不救他嘛，他欠的债还没还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还债还得快一点，还得干脆一点，心要大方一点，好，不要说哎连跪一下也要小气，哎跪一下会矮半截吗？当你们跪的时候谁最感谢？你的冤亲债主最感谢你，
为什么？他觉得你终于谦卑下来了，肯跪。你看那个一贯道含跪就跪，一叩手有没有？都拉长音。为什么？就提醒你，跪这一下不是像蜻蜓点水贯就跑掉了。跪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总能够说个对不起吧？啊，吃起，想想自己真惭愧。好，那一跪一叩，这一贯到了道场啊，都是很慢慢的练。你们都求过道了，我也知道，我求道求了五次了。人家说你求道求道，你还求五次干什么？谁要拉我去求道，我就去求。也许你说奇怪，你为什么这个样？那个缘在那里嘛，他拉我表示承蒙看得起，承蒙看得起，又拉我去求道，求满你的愿，满你的愿，我再听一次佛法，我再一次叩头，一叩，再一次怎么样？没什么关系嘛，谁跟你计较这些呀？天也不会跟你计较的，懂吧？啊，那个鬼也不会跟你计较，你怎么又来求道了？那我多求几次道，多洗涤洗涤身心，有什么不对？而且他们看到我，他们也笑，哎，傻瓜，傻瓜，前些日子修了求了道了，也不好好做，又来了，哎，就是傻瓜，哎，又来了，来了再提醒，再做，懂不懂？所以我们每次到任何道场都是再提醒，再道，再造啊，再造自己啊，创造创，再创造一个新的我出来。所以有些人啊很奇怪，总觉得哎，你已经皈依我了就好了。皈依你是好了呀，我的心还没好嘞。你们的心圆满吗？谁敢说我的心圆满的？就是都没有一个，哈哈哈哈，修复圆满。那不要紧，我自己的歌手，好可爱，我们找几个。这里有六个问题是执行长他平常发觉的问题，大家共参考。我在这里就答复了，我们大家都共参言，因为我们也有这些问题，只是我们没有把它整理出来，所以我们的用功程度不如执行长。下次也要学习执行长这么用功，点点滴滴的把它写下来，好好的修啊。好，他第一个问题，他的母娘这一世为何再来人间，意义何在？到处当头喝棒啊！这句话问得很切实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跑来了？哎，你知道这是三七普渡啊，这是三七普渡，而且这个普渡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要下凡尘，大家都要趁这一次的法船回去。那请问你不来，那面子有吗？当母娘的底下有个脸，对，下次到了天堂的时候说，母娘，你天天叫我们下凡尘，你曾经到过凡尘吗？你可知道凡间的苦吗？他问我一个考题，你知道凡间没有饭吃痛不痛苦啊？那他问到我的时候，我要怎么答呢？我知道痛苦，因为我饿过肚子。我知道痛苦，因为我吃过路边的野菜。他说，老母娘啊，你怎么，你很尊贵的，自从你开始出生都是很尊贵，你怎么会沦落到吃野菜呢？很简单，我上的会十个会都被人家标了。我以为我上的会够多呀，万一这个会倒，还有那个会就那个会倒，还有个我有十个候补名额啊，偏偏上天降劫让你十个会都被人家标，你便宜了人家，你能不能说？不能说呀，因为对方要面子啊。你不要说你自己说了他就没面子，会把钱还了，不是，你要维护他的面子，不说，还从此以后还不敢去跟他要债，因为怕他难过。你们能不能做到这个心境？假如我有来生，我不像我来生，我要收他们的利息钱都够了，也欠我债的，我收他利息钱就够了，利息钱的本钱都给我上来了。可是我要不要收？我不想收了，我今生能够修到不要再修他来生的债就好了。这句话你们背下来啊，你不要为跟人家说我今生报不了，明生来生难报，你可不能说，懂了吧？别给人家赌气，我今生治不了你，我来生治你，来生治他说你自己要轮回呀。假如他是个叫花子，你的阶级不能太高，你也要叫花子旁边。为什么？你今天总统府的卫士，你会跟叫花打交道吗？不会，你讨不到债。你今天就是总统府的卫士，你也讨不到债，你必须也跟他差不多了啦，才能讨一讨他的债，懂不懂？所以别讨人家的债，来生以后不讨债啊。我今生告诉你不要欠，
来生你变牛变马，你都会来还我的债。那我告诉你，现在时代变了，他当生当牛当马，所以你就是木头木木头木头，就是放牛羊木的木头。你为今天生他当牛羊马的时候，你也不挂心怀，那是他的命运。你不要说我跟你结下梁子，又结下生生世世的梁子。你要知道他的命不好，你的命也会好到哪了？总统府的人不会叫牧童来的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能不能跳一级，我到总统府去当侍卫，我不做你的牛马了，牛马童啊，牛放牛的牛童，这不是很快乐吗？安然自得吗？所以一个转念就让我们升级，一个转念就让我们堕落。还没听过这个理论吧？你们没听过这个牧童理论吧？你想当牧童是不是？我看你们谁想当牧童，都不想当，那就对，不要讨了，不要当，不要讨了，对，不要讨了。为何今世有此缘分与母娘相认？这句话问的真妙了。从前我累世立红尘，那你还不是也累世立红尘？一定我们有见面，哎呀，他说的啊，一定我们有见面，很好的融情蜜意。很好的缘分，那么今生一看我下凡尘，我一定比你老嘛，我是先下凡尘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下凡尘了，我也跟过去干嘛？你做什么，我帮助你做什么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做什么，我就跟着你，帮助你做什么。就没想到偏偏我就当了20多年的军人，当我退休45岁退休的时候，25年的军人，当我退休的时候，我竟然转了一个永远不脱。这个叫法医啊，这叫什么医啊？这是个凡医，但永远穿着这个凡医来普度众生。那你说你能不能不穿点正轨的衣服？我告诉你，我穿正轨衣服穿了20多年了。我穿那个军服，这两颗梅花一走在那里啊，我什么都假的。我告诉你了，我平常想偷那个东西吃啊，我肚子饿了呀，我什么都不敢做，对不对？饿着肚子。假如我不带这两颗梅花啊，你这个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先吃了就完了。你那个好不好？好吃，尝尝，是不是这个毛病？你们是，你敢说你没有这个动作？一定都有。叫小兵去拿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叫小兵去拿。当你叫小兵去拿的时候，你自己都先丢脸了，干脆自己先把它弄掉，先吃饭。哎，你说我们有没有这些动作？一定有吗？能否认吗？假如到了天哪？我常常想天堂会怎么神仙生我，到了天堂我不敢归位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母娘，你在人间有偷哎，偷是偷，你没偷吗？有有吗？哈，你有道哎，你有道啊，哎，对，偷是往后逃啊，道是往前走啊，对吧？我拿了两个东西往前走的时候，就是道了，偷道都有了。还有母娘，你还干了一些坏事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讲了，别再讲，偷道两件都已经干了。别讲别的了，别讲别的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要不要封我果位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那你自己就问，哦，我自己就问，走得过去吗？千山万水走得过去吗？不一定呢。自己吓得皮皮喘，想到自己皮皮喘不能就位的时候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开你的金口，难不难？不难。我们这个金口只有雷教官做到。你们这些小嘴巴都给我闭得很紧，我们雷教官见人他可高兴了，哇，嗓门又大，就开始他的弘法利益众生。还有一个雷教官嗓门又小，就跟轻轻的给你叙叙道来。我们有这两大护法，何怕我们的法不能弘出去？问题是大嗓门的你可别对小嗓门的，小嗓门的你也别对大嗓门的，你要见机行事。像我这大嗓门，你给我小嗓门给我，我听不到啊，重听啊，啊，大嗓门的，你别对我这个小嗓门会吓到我呀。所以你要见机行事，这就是我们的课程。我不是叫你不弘法，我是叫你见机行事，看人而为。所以这就是你的弘法力量。每次我出去都以两大护法为荣，一个是雷教官，一个是林教官，这两个人弘法力量我们是不可否认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说师傅你怎么不念我呢？我念你干什么？你嘿嘿笑，你傻笑，对不对？那两个不傻笑，那两个见人家就好像是今天见到什么营养补给品，我赶快从他身上吸取他的经验了，吸取他的精华了，
所以怎么你们自己说，这两个人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不说，你们说嘛。你能不着说我师傅，你也没有说到我呀，还有我耶，那你的行为没有看到吗？那你是做了，可是我没看到嘛。那你以后你为了让我看到，让我知道，你给我讲讲你的事儿啊，你要给我电话一下呀。你们这些小孩很调皮耶，我不电话给你们，你们都不电话给我的嘞。你们会说一句调皮话，说我怕打搅了母娘，你怕打搅母娘，那母娘心里很空虚耶。我的孩子干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对不对呀？你在我晚上，我有晚上电话开放时段嘛？我都为你们早就铺好了，晚上7点到9点10点这种吧，我会守着电话机旁边嘛。你别弄到半夜三更来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去梦中宫了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你电话时间来，我都守着电话机旁边。所以你要想跟我接触不难，我有电话服务时段，免费服务时段。不用怕，打电话给我。239333。你说为何来到人间？意义何在？你这个意义何在太厉害了！这谁写的？举手。哎呀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你问我意义何在，我自己还不知道意义何在，你问我意义何在？为什么？你这一生还没走完呢，才走到几分我都不知道哎。到底我临终之前，我走的正如何？意义何在？假如我临终之前糊里糊涂，哎呀，孩子们呐，我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，你要叫我讲这句话是不是啊？我会讲的，到时候我现在不讲。你好，雷教官。你好。你们记得啊，你们帮我记得。你好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这是谁说的？国父说的，是不是？连国父都这样说，你还有老大呀？是不是？那我能说我比国父还伟大吗？能够推翻一个满清政府吗？所以连国父都这么渺小了，我就更渺小了。所以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那你说，师傅，你又不革命，我为什么讲革命？革你的心啊，革你自己的命啊。你好。所以现在我们常常讲的，革命是革什么命？革你自己的命运，革你自己的心。本来你有个暴躁的脾气，暴躁脾气当然树立很多原则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革自己这个暴躁脾气嘛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很懦弱。我们这个道场有很懦弱的人呐、啊，我就希望你不要懦弱呀。你很懦弱，只有你的肉身啊，怯懦嘛。所以怯懦的人，我希望他胆大；胆大人，我希望他温柔。割我们自己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这问的好，你这个好赞，来赞。问的好，答复完毕吧，意义何在？完毕了啊。你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！你说，他说的对啊！你在人间走这一趟，意义何在？意义就在你身上。我走这一趟，现在在场的人，那你不是见到了有活生生的一个还没像母亲的人？但他是不是母娘不一定。你要看我做菜做饭才有本事来，乒乒乓乓敲敲他的筷子，他掉地上，我一个脚勾起来，我的手脚并用都能够用起来了。你说这是母娘功夫啊？对，那不是吗？对吗？那你在家你当母娘的时候，你是当斯文的母娘吗？不可能啦，全套18般武艺都拿出来了啦。所以意义何在？给自己交个成绩单，意义何在？给自己交个成绩单。为何今生有此缘分与母娘相识？这最好了。你们为何跟我相识啊？我今天在路上的呀，全是革命，革命志士。因为你今生我又来革命了，革什么命？革我的命运。这次又告诉你怎么样的走了，所以就缘分很深。我跟各位的缘分很深啊、哦，才会来见。不缘分深都被挡掉，哎，对他真讲，都会挡掉。母娘亲自来人间办复古收缘，意义何在？见证，意义何在？见证，见证什么？见证你就是佛，你就是佛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本身就是佛。你到哪个地方，你的佛口一开，你的佛口一开，佛脸一笑，就是佛。你不要等着人家师傅来渡啊，等着人家师傅来渡，你真没出息。你看人家证严法师，证严法师比你们壮吗？健康，一定没有你们那么粗壮。我看他都是病歪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星云法师，你看又是坐轮椅上的，你看，你比他小那么多岁，你个跑得健步如飞，
你还忍心这两大法师那么辛苦吗？这两大法师这命苦哎，还辛苦了，我看是命苦了，累死他老人家了。为什么我们不帮他忙？对不对？让他老人家轻松一点。一个是病歪歪的正言法师，现在星云法师也坐轮椅了。你看看，你们要求我什么？健康到死。我只嘱咐你们一句话，不要受苦受难的死，健康到死，到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叫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我给你打 pass， 你赶快拽我走，你赶快拽我走。懂了吧？要偷学小抄，偷小抄吗？你不要偷了小抄不学吗？偷了小抄说，哎，对了，我这个死也死不下去，你看苟延残喘，为了大智大仁大勇，跟你讲吹牛一点啊，大智就是你有智慧去了结了结这个生死，大智大仁，我有人心，不要让我的儿女受苦，你不要你病他不受苦吗？大智大仁大大什么？大勇，要勇敢的去死，懂不懂？不要说糟了糟了，阎王爷你不好见，小鬼难缠，那谁让你在人间不做好事，现在知道糟嘞？那你平常做好，交几个好朋友，到这时候那个好朋友来接你，你呀、啊。所以我都喜欢你们去逛庙嘛，逛庙不是到人家那把人家的宝拿回来了，你们有个毛病，到人家不要人家拿人家宝干什么？人家好朋友有个毛病拿回来。不是，我们都掉了。你们都掉了，那是你自己不谨慎，你别到人家道场去拿人家宝，你去到人家那个道赞叹，哎呀，看我这盖的这么好，盖的这么庄严。道场不庄严到说庄严，不要说哎，这个破破烂烂没人修，就等你拿钱来修，懂不懂？最主要要出善言啊，盖得这么庄严，惭愧啊惭愧！你赶快说来生我在，你敢说来生吗？我再来投钱给你，你与其来生投钱给他，你现在为什么不投钱给他？那个香油钱不摆在那里吗？有本事你就投个一百，有本事你就投个一百，没本事的话。就说个好话嘛，再不然存个好心嘛，人家佛也没有言语嘛，你何必没事骂人家贪财呢？这就是毛病，这就是我们的毛病，我们不要骂人家贪财不贪财，人家贪财有用的正当，那唯恐他不贪，唯恐他不贪，贪了正好，懂吧？所以不要小家子气，我们要有大人的度量去弘法度众生。为何今生有此缘分与你相认？你在问为何会跟我相认，我还在问你嘞。看你的感觉呀，你看像刚刚呀那么多人哭，那一定他的灵来了嘛，要不然他的灵魂不能主宰你，就是你自己的灵魂来主宰你，你不是白修了吗？修到自己麻木，这个小肉体麻木，后面那个灵体老大，上次我们有个人郑老师吗？后面那一位老大告诉你哭，你说不哭，哭不哭，调皮捣蛋嘛，就必是感应，跟他有缘，跟他有亲，你眼泪那么爱流吗？不是吧，都是跟他有这个亲的缘缘分在。我倒请问你们一点啊，你为什么不到大庙里去跟菩萨哭一哭，你跑到我这来哭什么劲儿啊？我又不懂，是不是？那必是跟他有亲的缘，有亲人的亲的缘。那这个亲的缘要谁来见证？要我自己。我认我的母娘，我认我的亲人，我用我的，我认我的前辈子的小兄弟、小姐妹，必是有缘。没有缘，他不为那个眼泪那么掉下来。那么既然有缘，今生他在这里讲道收缘，我必来加持。我必来，那是你来加持我，不是我来加持你。这个时候该是你来加持我了。来帮助我收缘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元神，你的后面的那个主人在给你电话了，说你跟他有缘，你要帮他来，你的眼泪不要白流，懂了吧？所以你的眼泪，哎哎，他说了，听到了，有缘，哎，为了白流，懂了？啊，会了。为何今世有此缘分与母娘相认？懂了？懂了吧？答复完了，好。母娘亲自来人间拜父母寿元意义还在，你们都下凡尘了吗？他有一天我在人间坐在那一坐，你们都下凡尘了，人家说母娘就剩你一个了，还没下凡尘。天哪，你
你们下凡尘的时候我不来，等你们回去了入位了我再来，请问我找谁呀？人家说你找我才不认你呢，因为我跟你没有缘分，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缘分吗？就是有那个缘，有那个分，分内的分。好，而且我跟你有缘分十年，你这十年就要帮我把大红烛照，因为十年以后我已经归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要有这个缘，有这个份，才聚集一堂。所以为何很简单，有这个缘分在。这就不是说的好，为何今世有此缘分与母娘相认吗？也许你说，我说的缘分不是你现在说的缘分，我的意思说，我跟古代的缘分。你可能是要问我前世跟他是什么好，今天为什么又跟他见面，这个答案我要请我的护法给你讲，因为我你好他已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你好他讲。那好，我们恭请护法，你好给他磕个头给个礼，你好你好你好护持不周，护持不周，护持不周，好谦虚啊！好，好谦虚。哟，哟，想知道你是谁吗？他说什么？想知道你他是谁吗？想不到你，你既然问我了，是吧？你自己都还记得起你自己是谁？哟，注意听啊，帮我翻译啊。接上了，当初我下命，现在也叫你下命，但是现在下命是救人，而不是砍人头了。救不活了，永远救不活了。对呀、啊，可是那个我们把这个说出去，啊，说出去，嗯，说好话，我说好话，说出来弥补。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嗯，多说，多说。嗯。谢谢护法，这是你身上的护法出来讲话，这是你身上的，磕头吗？磕头，你给你的护法，对，你知道护法退家迎驾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护法比我们本尊大哟，你不要认为那个护法是本保护你，要知道他比你大哟，他没有能力保护你，他感谢他推，是他没有能力保护你，你称他为护法吗？所以他比你大哟，比较有能力保护你的人。他杀人，他给他杀错人的都全部都出来了。你看你杀错人了，杀很多冤狱呀、啊嗯。他的手都是冰的，冰的，很多冤狱。古代的人为了交案子，逮着人头来冲业绩吧。你都会头常常晕眩。
都会昏昏的。你昨没有？常去医院昏昏的没有？他在车上还跟母娘一样。晕晕的，他刚才他整个头，在站着他是刚才整个头都附在我的头上，还有外面那，哦，怎么都附在我的头？我，哦，整个都是晕的，你知道？我看着他整个套在我身上。所以吧，灵不灵？灵哈，他一个人来给你做见证，你看是两个。现在你看那个头一个一个的在，可说不可说不可说，你跟他忏悔，忏悔，忏悔，向外面磕头，向外面磕头，那大哥，到里面坐，到里面坐，里面坐。风邪收了。啊！哎，那你神跟你讲话，诸恶业皆由贪嗔痴，从根与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，罪从心起将心忏。你坐下来，他给你讲。心灭圣罪，总心灭罪王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再念一遍。至诚的把他接引来，那都是你的缘人，有缘人，你误杀的全部都要去接引他，接引他，都接引过来。你写好好啊修，这是好好的修，修持，修持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大家，感谢人。对，感谢众生，感谢众生。你把你的无量是道，无量是佛。无量无量是佛，无量是道。讲随时都讲，把这些故事讲出来，个人你自己隐性还有你自己。每天要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谢谢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每天要说对不起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感恩你们。谢谢你，感恩你。好，我若会当行出一条道路，吼，我要好好啊，给我，哎，但恁好好啊，道路，啊，道路，含对我来，对我来行道，跟着一起走。一切远亲离我心。谢谢你，做事。
外面的那些有你曾经杀过的，来，赶快。你曾经有忏悔，对不起。对对对，赶快赶快，对不起。恭喜杀者之恶业，该有不是贪心心，忠心义义守心，一切我今白忏悔。磕头磕头。嗯嗯嗯。谢谢谢谢，你忏悔，你忏悔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你。我们每个礼拜，每个月那个练的改毛病、去脾气啊，我忏悔啊，菩萨他们都知道哎，都知道哎。他第一次来，他第一次来，他健康练，你看你看，对啊，很厉害，多厉害，菩萨全都在。身心，你们就是修的六字真言，我们就是修的六字真言。那个谁呀、啊？你找个身心，你坐下，不要让他站了。你找个地方坐。身心无病苦，你不要站。祝福你。因为你年纪不小了，你这样好像是我们虐待你一样。要尊重你，我们要尊重你啊！你全是。表碰呗，哎呀，你可怜我啊！啊，所以我要尊重你，不要站，好吧？自己坐，你要找个地方。嗯，他不晕晕的呗。可以坐下了，好，再往下他第三个问题，母娘亲自来人间看父母受的意义何在？因为意义在于每个人都逃不了，您母娘自己，你下令的人你也逃不了。请问你的长官下令，他能够违背他的命令吗？他必须他的身要遵守命令的。所以母娘下令让你们收院，她自己来了吗？来呀，对不对？来了你做什么呢？做收院吗？那你有没有尊贵？没有尊贵。何必你今天是母娘，你不能到时候我是母娘我来办收院，你们这样说，这样一说把人笑死了。一定是默行，惟妙默行。所以我那个训文上写惟妙法的样子，默默行还不能讲出来，连那个鸟都知道我来到人间，他都在等着见到我以后他才去投胎。你能跟那个鸟讲你去投胎吗？人这么大言不惭吗？你只能看着他，他看着你，好，嘱咐他他就走了。所以有很多事情啊都不能讲，做默默做，惟妙默行。所以母娘你要不来人间？要啊，你不然你下的那你自己没来呢。也许你说谁称你母娘啊，你自己口口声在叫母娘，我们这个母娘可不是我自己称的，都是到了大法会场啊，那些大高人啊出来迎驾母娘真光彩，他先迎驾母娘真光彩了，因为他认出来了。我到高速公路还没下高速公路，他耳朵说了，母娘已经从高速公路马上就下高速公路，你准备迎驾吧。他就马上站在那里准备迎驾，一来再见到我了，他就要认母娘，说你认错了吧，我跟他开玩笑，认错了，没有错，绝对没有错，把手上一放。就叫扶在他的手背上，他就迎驾上去。你看我们修的好不好？你想赖皮不承认都不行。他就很恭敬的，一说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我很恭敬的迎驾你。后来他自己说什么？他假如你不是真母娘，我不会这么恭敬。他说的也对嘛，对。那我当母娘是真的是假的，我自己还不知道，都是被他们这样做。我觉得哎，怎么都叫母娘啊？一个错，两个错，难道通通这些高人都修错了吗？不是，你就是个母娘，但是你的德配够不够母娘？我很谦卑的说，我还不配，因为我们会有小脾气嘛，小任性都有的嘛，小错误都有的，你配不配当母娘？还真不配。那不配你要做什么呢？那没办法啊，他要做你就只好顺嘛。所以母亲顺儿女，母亲顺儿女。儿女他要怎么做，我们还要顺他一下。你看哪个母亲不顺儿女啊？你们的妈妈不顺你吗？一听说你要回来了，赶快做你喜欢吃的东西。你要发脾气了，他老人家不吭声了，还不是忍着气？哪个母亲会跟你吵架？对不对？都是母亲的母爱伟大。所以我现在想到我的母亲这些伟大，我都会流眼泪，我都会惭愧啊，惭愧啊。妈妈您在世的时候，我任性。为什么任性？慈母啊，
慈母能包容，我们就任性。慈母假如像慈严父一样的不能包容，我还能任性吗？所以当你的孩子对你任性的时候，表示你慈爱，他才任性。假如你严格严肃的时候，他不敢任性啊。所以慈母啊，好，了解这个道理了。我们现在讲母娘亲自来人间护拐，亦有何在？就做个母亲的样子给他看啊。与母娘相认之后，我们应该了解请。了解，请自己的使命是什么？请问自己的使命是什么？复古收元，我们的使命就是复古收元，把你自己原本的德性恢复过来，把你古时候，你知道古时候三纲五常很严格的，古时候的一切道德都要恢复出来。现在忠孝礼仁爱信义和平，有几个人做不到？也做不到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严格的去把过去种种的。这些道德都要复古了，收元，这是我们的任务啊！当然，我们不要讲不明白，讲不明白，人家一听你讲三纲五常又来了，又是那些老调，就是聊天的肢体语言，好比很恭敬，肢体语言很恭敬，好比很谦虚，脸上表情很谦虚，就已经身教重于言教了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才好。第五点。有修之信众见母娘只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育母归根有关吗？这个育母归根有关吗？见了母娘之后，等寿命终了终的时间到，要回到天堂，那么简单吗？累世的因果也不用处理了吗？这句话问得很好，不是那么简单。认识我之后，那只是给你打一个强力针，给你一个力量助力，就比方说你今天来，你自己哭得要命，不是我哭哎，是你自己的哭哎，你自己哭震撼了你自己了没有？那么这个道场震不震，由你的哭来决定这个道场震，那么你常来吗？常来跟大家结结缘，常来度度众生嘛。所以你的元神，你的护法已经帮你在身上下了功夫了，那你肯不肯做就要看你了。所以有很多人哭了半天觉得没面子，他说我来这里哭了半天，我下次不来了，一来这里哭。他不知道你在这里哭，就是你的护法告诉你赶快认祖归公吧。这个祖先并不很大，这个我这个道场并不是很大，但是他们的祖先会来，就告诉你这是个好道场，你来认这个祖，你的祖在这里，你的祖也在这修，你就认祖归宗吧，是这样。所以有很多祖先呢在我们修，我们这个道场表面看起来不大，无形的却很大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这个无极天嘛，不是大，他在打我。他说：“你等到寿命之后回到天堂，有那么简单吗？那累世的因果就不用处理了吗？因果永不灭。好比说我今天打了你了，我不能处理了吗？不是，我记恨你的心，我不见得会了解，我不见得会原谅你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你抚摸抚摸我的头，对不起，我可能就忘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这种现象？”你抚摸抚摸头，跟我说声对不起，我可能就忘了，这个因果就了了，不恨在心里了。那其实你杀人的事情这么大的事，我能忘了吗？哎，你们冤亲债主自己愿意忘，你还要吵什么吵啊？对不对啊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，你还要吵什么吵啊？对不对？像周瑜打黄盖一样的，一个愿打愿挨，你还要什么不公平呢？他愿意嘛，对不对？他有使命的。他为什么愿意呢？那周瑜打黄盖，那黄盖被打得要死，他是有使命要去做反间计的，那他有使命要撞做，你有什么不甘心的？所以有时候他们的愿意就不是你愿不愿意了，是他们彼此愿意啊，懂了啊。我们要如何收缘？是否有责任要告诉信众收缘是什么？了业了缘与收缘的之间的关系，收缘和了业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要把它不断了掉，好，都要业障都要了掉。那有时候我们难了这个业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力量不够，还要有个和事佬，还要有个旁边人帮我们加两句话。像比如我不要跟人家了缘的人说，我才不听呢，我懒得理你，你当初对我这么残忍，我今生就放了你们，像刚刚护法表现砍你的头，你当初砍我们头的时候你是怎么砍的？横那个脸很爽砍的，今生我那么爽能够放你吗？我们砍人家头的时候
要有悲心出来，有种不忍心，那对方是不会原谅你。所以我们都是没有那种悲心心，所以都对方就恨在心上。那么今生我悲心出来，我来救度，那他也会原谅你。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会原谅吗？没有没有，又哦，就这六个，后面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。写得很好，谢谢班长，谢谢姐姐，谢谢琴琴，琴琴，你来需要帮忙呢。下面还有谁要问？不然我就要开始轮流开讲了。没有了吧？没有了，叫我们要轮流讲。也许你们会说明堂啊，讲到就讲到，还要让人家轮流讲，害我们紧张。你要知道啊，这叫传承，这叫做传承。假如有一天我走了，你们这里有这么多老师出来轮流讲，谁也不会压力大。反正我讲完了两句话，我不会讲了，我就该你轮流讲，那造成一个风气，造成一个大家轮流讲的一个现象。每个人说，哦，明天我去聚会，我不要怕面对群众，我不要怕我面对自己，我会轮流讲的。或者说我有话要讲，像那个谁写的嘛，我有话要讲，还有话要讲啊。哦，所以你就讲吧，来我们的道场大家开讲，欢迎光临，谢谢，谢谢母娘。